可以加我就对了啦。你只问我开车干什么？除非你开车，我叫你下来一炮，我不知道。先生，你可以先去验伤，没关系，已经报警了。对啦，你去骂人来啦。这位小姐刚刚上车的时候没有刷卡，现在跑去前面跟司机卢小小。上车刷卡啊，这是国家规定的，不是我规定的啊。我可以找一下吗？我等你们找啊，没有，我没有催你啊，我没有赶你啊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去客服，我没有催你啊。啊，刚刚过程中司机没有对这位小姐有任何辱骂的行为啦。请配合戴口罩。他上车就在。请配合戴口罩。请你不要妨碍自由哦。这个不是他。规定这个有规定戴口罩，那里有写教。我现在在教，不要妨碍我，我把我就有揍你哦，我就揍你的哦。你坐公车要不要戴口罩？你要不要戴口罩？坐公车，坐公车。麻烦要戴口罩。戴什么口罩？啊，麻烦戴什么口罩？戴坐公车现在方便时间。嘿，你口气不好笑嘿。麻烦戴一下口罩好吗？口气不好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报警，对，你就报警点。麻烦一下哈，谢谢。你在公车上，这是大众运输工具，这是大众运输工具，请配合戴口罩。他上车就请配合戴口罩。请你不要妨碍自由哦。防疫期间请戴口罩好吗？你问市政府看可不可以这样？那个沿路妨碍自由，现在打电话。到底是防疫期间比较？你怎样？你要拿棍子来干嘛？铁棍要干嘛？我话没讲完。所以你等你话讲完，口罩都不能戴吗？